满月之下请相爱。近日宣布主演阵容将由郑业成和鞠婧祎出演，是以都市奇幻爱情为题材，讲述了生活在现代的女主雷初夏，因为超级月亮导致自己失忆，并穿越到了男主徐晓东的手机里，通过手机去了解男主，从而开启了一段奇幻旅程。而鞠婧祎的作品《如意芳菲》刚开播，《木兰枝》也还在制作中，两位当红的古装男女演员这次将携手现代生活作品，大家喜欢这对新的 CP 组合吗？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待该剧定档，我们再另做介绍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